听到有些画花形标识的墙面时，可以在上面行走。就是这样，保持住。这个距离，先画后飘飞过去吧。贴墙，继续。不愧是老魏，做得不错。不过，坍塌的速度加快了，要小心。这里没有常规通路，先画自身。很少听到你的夸奖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借用气流飞跃过去，很好，前方是科莫斯格纳库。人工智能守卫已经被您控制。极高的命中率。损毁率低于预期值，很不错。出口即将坍塌，尽快逃离。我已入侵控制中心，你们按计划行事。收到。不好，控制中心遭到入侵。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搞破坏。飞也很担心，天春只差一点点了。学者的工作是专心研究，既然剪刀手想要交火，
米雪儿，今天就是你的第一节实战课。收到。伊维特，你安心研究，击退剪刀手的事情就交给我和西夏教官吧。跟紧我，出发。注意隐蔽，确认环境安全。检查完毕，没有可疑人员。有些太过安静了，什么地方疏忽了吗？谢谢教官，现在怎么办？拆弹，我掩护你。P 四型炸弹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做过训练。和 P 四型不同，每一组的程式逻辑都不一样。程式不同，在破译难度上费尽心思，而在爆破地点却无人看守。这不像剪刀手会做的判断，人为破坏的痕迹，剪刀手是故意吸引我们来拆弹的，他们在拖延时间，爆破之外的时间。啊，糟了，你继续进行拆除作业，我去支援伊维特。明白。你听到了吗？四点钟方向。到手了，我们撤。飞说不许走。实验室拷贝提纯数据，时间紧迫，拷贝后立刻撤离。
在空间的迷途中，我一直记得您所说过的。之前附近的区域发生了爆炸，看您晕倒了，但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们约定了今天。是的，这是帮助稳定精神状态。在我看来，隐航者是一个您需要使用记忆。准备好了的话，